天才是这样骑摩托车的，一个轮子照样能行驶，厉不厉害？厉害是很厉害，但不能危险驾驶啊。而奇葩却是这样开车的。喂喂，司机大哥，你超载了，前轮都翘起来了，就算是开挂也要注意安全呀。天才主人是这样对待狗狗的，再也没有哪里有主人的怀抱舒服了，就是要主人爸爸。最好还能亲亲。而奇葩主人却是这样虐狗的，狗子你能捉住那个小红点就奖励一个鸡腿，主人说话算数啊，这个小红点转得太快我有点晕。天才狗狗是这样洗澡的，这位技师你的按摩手法真是一流啊，本王简直舒服到要昏厥了，再加一个钟，就想这样一直洗下去，不要停。而奇葩狗狗却是这样洗澡的，大胆刁民，居然企图害朕。你说把朕放到浴缸里是什么企图？是不是想淹死朕？这个毛巾就是你们的武器吧，看我不把它咬烂。天才动物是这样捕鱼的，嘘，别吵，屏住呼吸，保持安静。等的就是这一刻，哈哈，今天的午餐到手了。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吃鱼的，这是啥？能吃吗？咬一口试试。知道是挺好吃，怎么咽不下去呢？难道我的吞咽功能下降了？再吃一次试试。喂喂，你怎么叼出来了？